这里是不是有亭子间出租啊？怎么回事你看？啊，是的，是的，进来好嘞。哎呦，这个老贼，你就是这个倒霉的新灯泡。新灯泡坏掉了，换了就好了，换了就好了。这里一直空关着，打扫一下，收拾收拾还是蛮不错的。 小声小的一点啊！哎，窗户外面的景色还是蛮好的。哎，江东，把那个窗户开开来，看一下，看一下。哎呀，妈，窗户坏了，让开，让开，让开！真是，毛手毛脚的干什么啦？妈，盆子不能拿走。哎，你看这屋顶有一个洞。 要是把盆子拿走的话，下雨这屋子就淹掉了。老房子嘛，总归有点小毛病的。要不我给你房租再便宜一点啊？我很喜欢这里。哎呦，太好了呀！这是我儿子顾耀东，在市警察局工作。你要是租了我们家房子啊，安全问题一百个放心了。耀东，你去吧。啊。 我姓沈，沈清河。沈小姐，哎，你去帮沈小姐把行李拿上来。不是妈，去呀去，去呀，快去去去去啊！去啦！沈小姐，嗯，我觉得你很奇怪啊。有吗？上海有这么多房子，你为什么非得选这儿呢？这个亭子间真的有这么好吗？ 还是你来我家有别的什么目的啊？到底是因为什么？因为便宜啊。什么？我看了大半个月的招租广告，这是我能找到最便宜的房子了。那还能因为什么？哎，亮了。顾警官，这新灯泡不用给钱了吧？ 那个小记者留给你的，你说说你，为了那么一个不认识的小记者，为这么一个玩意儿，你把你前途都搭进去了，你知道吗？王处长让我通知你，赶紧准备准备，一会儿领奖。啊？恭喜你啊，顾大警官。副局长。 是顾小鹏，哎，顾耀东，过来。过来啊！我去。副队长，哈，顾耀东。嗯。顾警官，感谢你全力协助我们刑侦破案。我，原告你整理出来的户籍卡提供的线索，杨队长才能抓到犯人。 否则我们现在还一头雾水呢，所以说啊，人是我们抓的，但这功劳是你的，啊，理当奖励。这个奖状你必须亲自送到顾警官的家。是。
要让市民们知道，我们警察局也是很重视人才培养的，今后要多多吸纳像顾警官这样优秀青年充实警察局，要让大家明白，我们完全有能力维护社会治安，保证百姓安全的。我们警察既不是为了名，也不是为了利，是为了匡扶正义，保护百姓。啊！这什么情况？这是？早知道我也去查户籍了。顾太太，有红酒吗？我加一点去去腥味。有的呀，有的呀，那饭桌上有一瓶嘞。哎，我去拿。麻烦帮我看下火啊。啊，好呀，好呀。沈小姐，谢谢你啊。谢我干什么呀？你租我们家的房子还帮忙烧饭。你立了这么大功，我能无动于衷吗？恭喜你啊，顾大警官。谢谢啊。前两天以为你快被开除了，还想给你介绍工作呢，看来我真是瞎操心。我只是在户籍科找到一点线索，也不知道为什么这次大家这么照顾我。说起来这次挺险的，我听说啊，要是再晚几分钟，那个犯人就逃跑了。怎么了？啊，刀有点钝。用这把，这把磨得锋利。顾耀东为什么是功臣？陈宪民被抓是因为出了叛徒，顾耀东只是被利用了。为什么偏偏利用他？因为他够努力，够无知。王克达需要找个幌子掩盖住叛徒的存在，他是最合适的人选。你的意思是他是无辜的？对。我不相信这件事跟他一点关系都没有，他自己都承认了在户籍科找到线索了。我们费尽周折好不容易拿到特别通行证，我就差最后一步就把他安全送上船了，就是因为顾耀东，我们这么多人的努力全白费了。小姐，你送的这个红果罐头真好吃，谢谢啊。有那么好吃吗？嗯，真的挺好吃的。那你都吃了吧，反正都过期一年了。